啊，什么蛇？他的蛇。他的蛇。哎呦，变了。他说。他们玩什么？阿威一个打两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热兰美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那我们现在在农村找鱼吧，这里是一条河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抓鱼啊。我们三个人在比赛啊，金哥，不用走了，小的啊，给你们看，这是很小的，哪里？啊，看到吗？小小的鱼。哎呀，今天小芬和小猪，夏天了吧？然后我们来抓鱼和游泳。你们会游泳了吗？今天天气挺热的，所以来这里好凉快。一会我教你们。哪里啊？好，喂，有嘞。到。哇，对，有了。哇，有。五百。有小小的那个虾，虾和鱼，小鱼啊，厉害。厉害吗？有挺多的。我们比赛啊！兄弟，小猪加油！小芬好厉害啊！小猪不会抓的，他第一次啊。他不会抓，教他吧。哎，芬教他吧，小芬。小芬教他。他们都是大大的，我是小小的，用小小的抓。你？啊？跟别那个来。哦。多吗？多。今晚呢，要怎么做？怎么做？金哥，用铅啊。巧的吧？用脚，用铅也对。你用这个抓鱼怎么抓？可以啊。喂，又有了。又有了，小芬啊。你好多啊。厉害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快，怎么跟大人可以啊？有哪里？你。哇，好大。真的。小芬厉害，小猪还。一条还没抓到，没有，有，这，哪里？我看一下，有一条了，我看一下，这，小小的，好小，哎，快点，哦，这种鱼是这个是最大了，这种鱼只这样，哇，你们看我厉害啊，哇，我还没，这种鱼不会大的，它只这样大了。没有，会大了。没有啊。这种鱼如果在市场卖的话，很贵的。一公斤好像是。十万就能炖吧，金哥。一公斤啊。十万差不多。三十块吧。好贵的这种。好玩啊，金哥。你们过来跟我们玩吧。小猪抓到石头啊！加油，看你怎么抓！回来！看这样的抓鱼，怀念到小时候。这样抓鱼的，哎，我的小抓不到。你的那个没什么用，那个笼啊没什么用啊。哎，这边是农村的河，哎，非常干净。今天有晒阳，非常暖呢，暖和，天气好好，很好。有螃蟹。有，哪里？虾。我没么了。飞了。掉下来了，掉下去了。
好大的鱼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鱼好大哦！你给这没粘贴？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来来，你们来一起合作嘛。他不会抓，你就这样。有吗？你们是没有幸运。你们运气不好啊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这边吧，这边吧，这边吧。来来，这来，这来。来。快点啦！有啊，有，喂，两条，两条小小的，我靠，这种鱼只会这么大了，对，这好多人呢，小粉加油啊，都是虾。好多哇，好多虾！你走，走雷哦！哇，我被你咬了！哪里啊？哪里？给你个雷哦！给你别别个雷呢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抬抬过来！过来过来过来！来，来了，哥！啊，看你，看你怎么搞？好多啊！哎，有了，三条，三条啊，哎，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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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什么蛇蛇？蛇蛇。他的蛇。他的蛇。被我骗了。他说。他跳。人人啊。连拖鞋都不要了。哎呦喂，他好，他好怕，连拖鞋都掉下去了。你也吓到我了，阿辉啊，你也吓到我了。什么？我也怕。你也怕？刚才。现在呢，我在帮小粉，我就这样吧。快！没有。没有没有。真的没有。开心吗？你们怎么抓鱼啊？抓不到，抓人吧现在。抓人啊？没有鱼了，就抓。他们玩什么？阿威一个打两个。累不？啊，鞋坏了。不得不得，扔了，不要了。不得不得，扔吧。鞋都坏了。太累了，但是很好玩。啊，两块了。两块。他们了，小猪都湿了，湿了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凉快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会。我不会啊！
你们会游泳吗？我教你们游泳吧。教他们呢？建哥。啊！他们都想打水我。到我。到哪里啦？有蛇啊，小心！燃！果然，有蛇，有一条蛇，好大！哎呦，小芬还在一直抓的，抓，抓到吗？几块？哎，哎，夹！哈哈哈哈哈！小猪。哇！没有。你会抓了吗，小猪啊？会抓了吗？谁喜欢游泳啊？我会抓你的。会抓你好了。我会抓你。哦，他们两个自己打了。不要玩，不要。你们想我吗？我好冷，好冷啊！好冷啊！现在不冷啊？大家都说想你啦，好想你啊。他说冷了，很冷。来，我抱你。我抱你一下，不要，还不要，太羞了。阿辉游泳一下啊，在这里啊，可以啊，敢不敢？看我，看你游泳。抓鱼啊！啊，太累了。你们喜欢我吗？喜欢啊。喜欢我吗？喜欢就来吧。你太调戏了。可爱。跳舞。我求你。慢来，抢。给我。帽。戴帽子啊。很帅啊。帅吗？哇，你很帅啊。哇。美女，你回来，快点！生病了，小猪来一个，来亲一个，来，别吵架，得哄，来亲一个，有，亲一个 ，no， 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，鱼也抓不到。衣服都湿了，真的好玩啊！冷吗？你们看我帅哥吗？帅哥，没有帅。帅啊！然后呢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鱼要放了吧？放了。很冷啊。